哟，腿腿来了。啊，来啦！点餐呀？那你想吃点啥呀？啊，想吃鸡蛋汉堡啦？啊，明白。啊啊。啥呀？你重说一遍呀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有点热啊，啊，有点热，想找地方把衣服脱了，啊，好了，明白了，那把钱给我吧，好嘞，那你等着吧啊。今天吃鸡蛋汉堡。客官，请慢用。要吃完了，拜拜。